印，顾名思义，就是用两种物品将其中一种物品涂上墨色或色彩，然后互相压印，拓印出一些比较特殊的纹路、肌理或质感。这部分的特质在它的纹路很漂亮，粗糙感、光滑的结构很美。我们可以利用树叶、贝壳、石头表面、塑胶布等等，您能够想得到的物品皆可以拿来拓印。看似简单，但它的关键在于拓印时如何将纹路用您丰富的想象力、思考力应用于您想要创作的画面上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我们挑选一片大一点的叶子，在表面上涂浓墨，将涂好的叶子拓印在宣纸上。我们可以利用海绵压一下，这时就有叶片的纹路产生了。再来，我们拿一片小一点的叶子，在叶脉较突出的那一面涂上墨色，做出两条鱼在对话的感觉。等它干时，我们再加上颜色，画鱼眼睛、鱼身上的图案及纹路。在未干之前，我们再来做不同的拓印效果，并结合绘画的技巧。接着，我们使用塑胶袋来进行拓印，在塑胶袋上涂上墨汁，因为油水互相排斥，表面是光滑亮的。涂上墨色后，表面上会有水珠状，会有一些小点点。墨可以浓或淡，依个人喜好。涂好后拓印在宣纸上，您会发现它的纹路相当的漂亮。您可以依照想象力来拓印，拓好的纹路看起来很像一颗石头的纹路，这时就可以拿起毛笔稍微勾勒轮廓。这就是一颗很自然的石头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拓印出一棵树的纹路。我们再利用刚才剩下的墨汁再拓印上去，您可以压出一条直线，若您稍微勾一下外形的轮廓，再点上一些类似松鼠或蚂蚁住过的小洞，您看，这不就变成树干的纹路了吗？我们可以再选择不同的材料来拓。这次我们用抹布，在抹布上涂墨汁。在宣纸上拓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做成布袋戏的衣服。拓上去的纹路质感将棉布的粗糙感表现得相当自然，比你用画的还自然呢。可以再染或拓第二次。
再来加上外形，画出脖子的纹路，加上手背，布袋戏的衣服就出来了。是不是很有趣味呢？其实利用捏皱的宣纸沾墨拓印，会用木板，菜瓜布涂墨拓印，都会产生不同效果。别忘了，刚刚我们利用叶子拓印的鱼还没完成呢，把已经干的叶片拓印拿来。今天是以墨色为主的鱼，但还是要加点色彩，使它丰富。我们先加点淡墨补一下，记得把眼睛部分留出来。再来加上水彩，等它干了，干了之后，我们再利用蜡笔画眼睛。
我们再利用蜡笔画眼睛及鱼身上的斑点及眼珠。这时可利用刀片刮出鱼身上不同的线条美感。再加上不同的色彩变化多一点。再来把鱼的轮廓凸显出来，嘴巴也要凸显的一点，这样就完成一条美丽的鱼了。拓印法一部分利用自动性的技法，会比较有趣，比较新鲜，不会使风格太死板太僵硬，再用偶发性效果来产生个人创作上的突发灵感。拓印法是相当灵活的，可以做出您想要的效果，可以让您的画借由手的掌控能力再加上自然效果来创作，这样您的画才会更活泼更生动。拓印法所做出来的效果绝对不是过去传统国画的披麻皴、虎皮皴等太公式化的技法所能呈现出来的。利用您丰富的创造感去发现一些新的技法，但是您所要展现的内容、思想、情感都要相互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有生命的艺术品。今天所为您介绍的浮墨法及拓印法，不只是在玩技巧、玩趣味性的游戏而已，主要是要在说明以前的绘画可能是太过于传统、太呆板了。借由这些实验玩耍，这种自动性技法后，您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发现一些可爱的灵感，再进一步与过去传统相结合，全新的去突破创新。但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您还是必须具备一些艺术涵养。这样的实验自动性的技法才不会流于偏差或没有得到它的好处而失掉了根本。若您心动了，就要马上行动，您要亲自去体验才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它其中的奥妙。